name is Lee. Bruce Lee. You ready? Ready. One, a two, three. 一个大中华，一个李小龙。 每一个中国人唔系佢觉得骄傲，西洋拳剑柔道咏春北派唐腿十二路，各门各路各式各样每一种招数，佢都用纸笔去记录低，唔使做乜嘢门派嘅徒弟，以无法为有法，你自己就系最好嘅方法，要真正表达你本质，只系最积极嘅武德。有句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，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。 唔要睇死自己，有句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，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，唉，唔要睇死自己。公元2000年，中国5000年，60年前呢度曾经出过一个人，大家又知唔知道佢又做过一啲事，行过一条路。 令到全世界嘅人都知道乜嘢叫做中国人，中国精神。佢拍过电影《四五步》，透过活动嘅影像、荧光幕上前所未有嘅动作、速度、拳脚、套路、哲学、角度、无分角度，用现代嘅电影制造向全世界解释中国功夫文化，又行咗一条新嘅道路。截拳道大懒堂今次喺呢度，净系想你做翻一个似样嘅中国人，可以学人，唔使下下抄人，只好就用心去消化人。你点做？试下又问下呢度，点解又有一班失败嘅人？ 自己人成日走去扮其他人，佢拣咗呢条路，佢又行出咗呢一步，创立咗一套拳法叫做截拳道。佢嘅主张做人要有自己嘅态度，唔可以墨守成规，就原地踏步。成日企响度，不过谂住唔走去做。又谂咗条歪路，想做就去做，但就最紧要行条正路。就如截拳道，要饮茶班去一定唔做，唔要欺骗自己扮假鬼，五三五四李小龙精神不死中国人唔会忘记。 Lee. I was born in San Francisco 1940. I'm 24 right now. You ready? Ready. One, a two, three. 你有乜唔好啊？我哋5000年历史，你有冇啊？为咗面子变成白色恐怖，你问心嗰句，你有冇啊？我想知道我哋中国人有乜唔好啊？你话我封闭，我话我有分数，为世界贡献又有乜唔好？系每个人最基本，你做到。 唔系东亚病夫，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，唉，唔要睇死自己，有句教晓我哋，唔系东亚病夫，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，唉，唔要睇死自己。